这个人的这番言论与日本的极右政客相唱和，暴露出民主当局企图挟洋谋独的政治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嘴脸。台湾是中国的宝岛啊，不是任何其他人妄想用来以台制华的岛链啊。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和国家的和平统一。靠四处啊摇尾乞怜啊，换不来台海的和平稳定。妄图啊引入外部势力啊谋独挑衅，又与啊石敬瑭啊汪精卫合议。中国人民啊不怕鬼，不信邪啊，有压倒一切的勇气和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